我叫何依依，今年22岁。从小我就非常爱足球，并以它为梦想。12岁时，梦想要把我带往法国，但失去的左脚将梦想搁置了。连我放弃了吗？都已到谷底了，还会有多糟？咬紧牙根，拼了！我们往往不能控制未来的路，但勇敢面对，就赢了。